迎大家收看下期的节目。有一句话讲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无千人之路。”假使讲上天关于三门，将会为你打开难内一扇的窗。在新竹县一个非常淳朴的客家庄关西镇，有一对非常勤奋善忙的夫妻，共同经营默契生意。有一年呢，他就供了一个非常得意色的小阿妹的。你知道故事的五主角，根本因为爱在国民的穷下来去沉迷的了解，其实娘反应成为财霸容易世界有名的口族百家杨秀仪小姐。所有成功人士的后辈都有一段艰辛的奋斗故事。像杨秀仪来讲，她无因为脑浆的麻痹来自我放弃，在父母用心照顾老批判之下，她呢一直不屈不挠的向前迈进，固守张连娇激发生命的潜能，行出属于她的非凡人生。对于她小的世界诞生的故事，杨秀仪的父母多年下来还是记忆犹新。这是快退十几年了嘛，圣山了嘛，圣山是送到个动员艺人去嘛，动员艺人去，该是一出世个下是吧，十个个声音啦，像我属于啊，皮肤最白。最暖气最红火啦，哦，搿按照服饰长年了难嘛，啊，啊，还忙地讲地上面讲先讲哦，好出现嘞，哦，忙是那伊看啥，旺旺，啊，皮肤当旺，搿身上是有经验啦，叫人家旺胆，叫人家有旺胆嘛，啊，旺胆讲，你只要男的太阳身体热啦，哈，被困下被发炎嘛，哈，搿下。这下去讲往些的讲动员人来摸啊，要你要生理人，我按时包差包人是生理人。非常紧张的父母当夹就将杨秀仪送在两个生理医院去，希望能够得到一线的生机，让家的妹儿可以在两个黄金时间内尽快的来治疗。该年时候做礼拜夜，礼拜夜做一家喏，像从过年呐，还过年啊，老过年啊，长，个呀休，轮流值班呐，还值班呐，那按多少七八十岁按讲，我们的羊毛呀，我们的便宜毛啊，包括羊毛往年湿土啊，往些啊，哎呀，我家妈妈做业原因照顾。伊文学有人照顾，那工厂有厂人做些，有困难，还有困难，那做我们地啊，主要是做农啊，慢慢啊，那个也蛮好。那我们这大概个王中山呢，啊，我教专门开始手艺课哎，啊，有样啦，没啦，该没差啦，手艺我台上买啊，个还有上啊是二里多啊。所以那家要试一下，又好了，啊，那想好了，就是多少是八月款，月款啊，月款啊，都讲哦，你要声音，莫玩些，变白痴，啊，要变白痴啊，莫玩哦，要爱爱给小人家新生意人家被打点滴，被写一小文夹了，应该读书拍那个，还没你打几啊年呗，打三十年了哈。结果又话派人啊，往前啊，什么哎，主要有第四月、第五月了哈，比如我试试，派你左边啊，右边左右边啊，你偏差啊，偏中差在重置啊，是吧哈？啊，反差分重置，重向啊，重置向直路头那阴阳重啊，阴阳重是哎。个表领下按上司啊，讲上台被看见啊，大概巡演路三公里人啊，上去俺不头啊，讲上台啊，
我家两时爱读，我一时家己有学量差啦，啊，我就话想想，就再再加着上一块嘛，啊，再再着三四人不过落去，跟阿妹个在一礼拜过冇就过多是这样啦，是这样，这样个是冇活落去啦，系啦，就是我咪是，哎，你咪冇地讲系安那蛮脑神麻痹啊。因为郑寿医生的误判，导致杨淑仪小姐一个脑浆麻痹，也因此呢改变了杨淑仪未来一生的命运。也许家的父母当初呢，所无想到会发生的事情。谢谢的时节，妈妈会错，错啊，妈妈会错。家妈妈爸哈，像是上夜、上张夜呀，唔咪就半夜偷那么啊。平常吃半夜也会半夜偷摸，真好搞啊，好无搞诶。结果唔会咧。杨淑仪的父母虽然有感觉到，家个每夜老一辈的生意呢比较起来，成长的速度又较慢的话，但是呢，佮条衫唔滴，也个年年穿内衣。都有摆，加过加加济啊，对吧？加妈妈送便当伊啊，送便当伊好搞出来哈，是时尚卖潮。该加加朋友，加朋友吧。啊，杨太太聊的啦，紧张的吧。要讲怎么怎么的，啊，我要送便当，那么我将没有发烧，啊，非常快。要我也没发烧啊，哦，你要种我家王叔就过冬天，啊，你过八个月看。该就是唔将伊下班，我就结束再过一个再过个地方，我去看到讲，哦，你爱发烧啊，又没需要啊。你阿小听阿小去讲，你讲诶，手是麻痹啊！你讲诶，脑是麻痹，脑是麻痹。所以阿就把脚脚转来，连到爱脚爱脚右脚跌摆，也是好像用种种扶持状啊哈。阿是摆了一边安排哦，小儿科哦，大家听啦，一边安排。哦，你也有啊？但安排几家哦？哎，五点可以，就是五点出门呢啊。哎，上台边等啊。哦，佮袂佮人是讲脚脚脚脚痛痛痛痛痛，哦，叫人遐真是脑神麻痹。检查结果证实，杨秀仪呢确实系得到了个脑浆个麻痹之后，当下家个父母亲呢一心呢只希望能够尽力个全力来帮助佮，让佮呢在未来能够平安健康个来状态。阿太太跟我们讲，要有买啦，因为买就是好用嘛，啊，先来先磨铜啊，这又好好用嘛，用养来磨嘛好好用，用你要多耐心，多爱心，要照顾佮啊，冇是你住过对门去，佮一家进行医院，你专门输往个声音呢，啊，又要去做复健也得啊。我爱每次过去个精神医院个话啊，伊是讲个阳光无讲，住间屋大概无啊，三餐大概无，达州先做福建，个爱常常坐在那，我看伊还三百声音呢，有工厂有工人上班，还是做唔得啊？哎，我妈一直个问，哎，听我太太讲，那属于阳山出个大哈，太漂亮了，叫伊讲做伊又唔敢，有个讲啊。啊，摸嘛摸是转的啊，转的只拉到该推台的哈，该联络啊，一礼拜去一拜，做复健哈，搞医院，转了现在我看很多是大感冒的人。生人的穷死了一生呢，无办法去个行通，松鼠也做唔得，吃住控制，无办法吃药，无办法像正常人咁样来讲话。不但吃饭而认为连洗身、上偏所等等的日常生活，全部都要了个父母来老去亲自来照顾。这个家庭呢，也因此呢发生了心态的变化。平常时上边摆些多摆五啊，开始做些啊，啊做些啊，开始好下班了来做的。拜六礼拜，俺躺了那位身上啊，花那时候那位去哦，平东还没去呢啊，哎，平东还个
因为咱改变未去，平东一家嘛个嘛个尼泊尔医院的啊，讲要开刀，会让你矫正啊，垫矫正会开刀矫正的啊。啊，我两公婆上下坐上。陈哥，你那没皮啊？你那皮啊，那个没吧？关落因的啊，跑很多啦。最后一次就是在那个北港啦，北港也个那个中医师也很有名啦。北港啊，哎，我也去啦。一个身上是就是讲啦，他身上讲就是讲啊，你莫放了钱的啦，啊，人家神经日木多啦，摸我就好日啦。那就像讲，你是万钱呐，你也是良心哦，啊，就是拿我那门诊费100块而已哦，啊，他说这确实没有什么药力的啊，你就是回去多给他做复健，这样就好。在这个望远刺激的情况之下呢，四处寻医，一面要工作，一面好来照顾这个身体安弱的妹儿。因此呢，小弟呢，因为佮遐无办法起啊，在佮左身头一放床，要拄打开来时节，就要有人来佮照顾、来扶垫、来佮添素、来冲牙齿啊、洗面啊、洗嘴等等。但是因为佮个手老脚哦，无办法如此粗心，佮要不时个扭动啊、含个湿滴等等，从啊一无小心来，因我头呐，就要老照顾佮个人啊。将那个念到那个五强，就算是安阳亲呢，那个属于的父母呢，从来无家属去撇杀，七家完全来照顾。同时呢，因为当时呢，还要做兼顾那个七家的事业、目前的工作，那个属于的爸爸妈妈呢，连村外熟识的时间，就会老给带在身边，不在乎撇杀异样的眼光。彩蝶嘅属于嘅父母，佢系娘扮型，然后佢帮助，然后佢学太慎重嘅呢。安尼休息一下，下一段多转来，继续来了解属于嘅慎重日常。